蛋挞跟菠萝。哇，太好吃了，谢谢。谢谢。你看。谢谢。清楚的眼镜哦，你还要戴两副眼镜啊？对，这个拍的不太清楚哎。熊，差点窜出去，好像大叔，好像大叔，那还是诚实哎。哦，反光，你贴上去啊，你贴上去就比较光。这样子就。这样子就那个了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但是问题是他背对我们呐、啊。对啊，人家诚实、啊。转过来一下啦。看起来会诚实很久。哦，他累了。是哦。嗯，他都躲在里面吗？我说没有躲在里面，就知道我说他就不见了。好可爱。哦。哇。好可爱。爬上去了。走一半，赶快给我上去！他爬一爬就有点累，休息一下。哇，他的尾巴好可爱哦！不过其实动物这个时候不会出来，因为没有游客。你说没有游客才出来吗？对啊，因为今天这边延长了，不然平常是只有游管员。哦，有够可爱耶！对啊。走吧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有本尊吗？好像没看到。可是这空间好大，如果是我，我也想要比较想去。可是看不见哎、欸！你现在有看到吗？它不动，我都看不见了。哦，我看到他耳朵了。我想喊过我的名字。你说我每天待在树上的部分吗？一整开就看到树。我没有戴。啊，你们的耳朵呢？好啊，等一下你来入镜一下，啊，你来入镜一下吧，影片哦。哦，是。羊。那你就买正的，要帮你拍吗？好啊，等等哦。我其实穿豹纹呢。对啊，你可以还是你外套。Thank you.
天哪！我是要拍饮料的，我没有要拍你的意思。到时候就会剪掉。是会甜的，嗯，是很甜。哇，真的，它就像虽然还要给我大冰块，啊，虽然还要给我大冰块，想加饭啊？都可以加，对。